你不是一直想要个男的吗？眼前就有一个这么帅气、身强力壮的。你们一个月挣多少钱啊？你是单身吧？来来来来，喝口水。姐姐，我已经结婚了，你就但是我这两个好姐妹都是单身。她不是代驾。嗯。干代驾，白天干别的。现在的孩子都这么努力了吗？他主业是演员吧，还是模特呀？我怎么那么眼熟，好像在网上见过一样。是是是，你呀，亲自在网上查的。他查我了？没有，查的不是你，查的不是你。是他那个青梅竹马的弟弟，叫陆正安。陆正安，我搞不清楚啊。你说你，他叫你老婆是单方面的，你不答应，那你拿他当弟弟，不也是单方面的吗？我觉得有道理，是吧？你呀，别装了，又没有外人。你知道为什么十条咸鱼翻不了身吗？你包袱太重了，管他能不能天长地久呢，能快活一天是一天。你不是一直想要个男的吗？眼前就有一个这么帅气、身强力壮的。玲儿，把他嘴堵上。好了好了，一把年纪了，那么多话呢。喝水啊！我刚刚都干了，你干，再干一个。哎，来，咱们那个听首歌，唱唱歌，散散酒啊。今天来点什么？梦探他就跟我一起来，没有什么能。这未来，弟弟爱着你和我的爱，没有什么能挡着未来。搞什么鬼啊！有时间发朋友圈，没时间回我微信。哎，你搬哪儿去啊？是不是搬他家？我是这种没骨气的人吗？我可是被赶出来的，要回也得是他亲自登门，哭喊着求我回去。走了，哥，不送。陌生的城市适合流浪，一个人游游荡荡。要来就直说，发什么口角，矫情死。
怎么是你们啊？那你以为是谁啊？没谁啊。我刚刚在他脸上看到了一丝失望，你看到了吗？嗯，不止一丝。我没有啊。你到底在等谁？说。我说小祖宗，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跟年纪大，哥心脏受不了。你体积也大，你出去吧。你要不这样啊，哥在酒店给你开个房，或者说你看上哪个小区，哥给你租一间不就完了吗？我住公司是为了更好的创作。那你也不能住杂物室，我马上给你收拾一间去。更为了爱情。听说你从贤德克家搬出来了。嘿，这臭小子。看不见，看不见，看不见，关不着。喂，你搞什么鬼啊？有时间发朋友圈，没时间回我微信。你给我发消息了，没注意。搬家了，听谁说的？西南科，你别管我听谁说的，你就说你现在在哪儿。你现在在哪儿？你管我在哪儿？我问你在哪儿？你都病成那样了，还跑出去喝酒，不要命了？你别一天到晚管我行不行？我是你姐，又不是你。行，好好喝吧，你去，我懒得管你。就拿我当代驾了，这就走了。他俩都喝酒了，花仙子，好了，加点油。幼稚。如果你能再说点幼稚的话，比如你是最棒的，你一定行，那我油油加满了。别动，臭小子，都长高了，我够着都费劲了。加油，你是最棒的，你一定可以。完了，嗯，你不让我这么说的吗？你能不能走点心啊？你这样我可开不了车哦。行，再来。辛苦了，刚来青宁，人生地不熟，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，还要来担心我，很累吧？是我不好，不该冲你发脾气，不该让你担心，所以你千万不要像我一样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虽然我不懂音乐，也不知道要给你什么样的建议，但是我知道你是最棒的，即使最后不成功，但也一定是最帅的。加油！
怎么了？你不会哭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油加满了，分你一点。